不要。再涂。圈儿。涂。二。要不起。再涂。涂。我有传送，你有吗？让他推线啊！这是不是搁这做梦呢？这呀！这么点血要打我满血，我天哪！但他也没办法，他已经崩了。他刚才不跟我打也不行了，他必须得跟我打，他不跟我打，他这个线儿他就没法玩。我把线儿一放。我来，哎，不回了。不打了，回家。推线太慢了，猴吧，这推线一慢，就积累优势就有点难积累，你知道吧？兵线进不去塔，这波可以控他一波。应该是查眼了，这里应该有眼儿。
有没有龙王？反放技能，我操！我们家来人他就死。他想拿点烟瞄我一波，没有机会。我都忘了我这把带的是传送了。我土地老玩，这得闪过来呀、啊！这不闪过来，他死了，我就不合适了。其实不用闪啊，这绿纹伤害咋那么低呢？他伤害好低哦，我都没想到他伤害能这么低。我寻思他这一套还不把那天爵给秒了？区区是真的低，你来。哟呼！我们可能会踢下去啊、哦，这一波。先回家看看怎么个情况。ADC 死的是有点惨的，我这一看呢，全是雷，你别死了呀！哎，最起码给一口汤喝，这不能咱下来啥也没拿着啊！这龙王要传送不早说。万一可以接受，去上路。干嘛呀？这人呢？害不走。
心点啊。抢我人头，抢我人头还吃我一血塔，要不你走吧。哎呀，简直了。那我去下路吧，我去下路。那上路需要一个人去守去，我不去守去了，我去守下。下路五层塔皮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死他几层啊。哎呦 ，nice！ 这瑞文也得死。哎，我失误了，我 Q 技能没放出来，要不然这波能双杀，没太玩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 Q 没放出来，我手速挺快的，不应该没放出来。可能是我的手速超越了这个英雄联盟系统的这个判定，也导致我们的 Q 没放出来，这波没双杀。这里啪出来一个甩。越想越难受，越想越气。刚才为什么会死？嗯，打个辅助中单没打过，我操了！再上路二塔吧，来吧。
先把塔拔了。哎，不行，退不掉。小兵来一下。没用，我走了。传回来啊。太对呀。不会吧。没地方传呢，这也。这往哪传去？算了，我们去上路，把上路那个高地塔给他推了吧。去把门牙塔拔了。这干什么呀？这是。这劫怎么加不走啊？装甲猴，不好意思，吃点饭，拿下。进个小集，给大家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。